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熊场。今天呢，我打算给自己放假，但是呢，放假呢，并不是说啊，整天没事干，整个懒在那里，不行。今天我呢，要来整理房间。这个房间真的是没办法走路了，没办法走路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你走两步就踢到，就那种感觉，你就是。所以今天就是来整理一下啊。虽然呢，被玩具包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，小时候做梦都不敢想啊，但实际上真的被玩具包围之后呢。蛮困扰的，所以呢，我大概每半年或是每三个月就会有一次的取舍，势必呢要清出一点空间来了，不然没办法进新的货这样子哦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到了我们的取舍时间，那就来一样一样看吧。首先呢，我从我的架上呢已经整理出了一些东西出来了，这些呢我可能就会放到英雄本部里面去打折出售这样子，忍痛出新了哈。好，首先可以看到这个，各位还记得吗？这一把呢，我收藏蛮久了。这一支呢是 AW Custom 出的哦，基本上呢它就是用二战的枪支，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的了，德军吗？哦，改造成星际大战里面的枪，就像这样子，我觉得很酷啦。当时我看到呢，整个就迷上了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用不到呢就是没用哦，所以呢一直放在那边也不是办法。第一支就是这个，下一位，前一阵子呢很夯这个超合金的玩具哦，特地呢收了这一组。这应该试货就会知道了，好不好？这一组不是普通的贵啊，这一组好像七八千跑不掉吧？哦，它基本上呢，里面就是有巴斯啊，有三眼怪啊，各种玩具总动员的角色，那你就是可以把它凑成一只很巨大的机器人这样子。那你这只机器人呢，再搭配另外一组，等一下，另外一组我也有哦。两只机器人组起来呢，可以变成一只更大的机器人。我之前有拍过了哦，大家可以去找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这两盒呢也是这次的忍痛清单中啊，因为真的是现在呢这个家没有展示的空间了。如果我以后搬家可以搬到更大的地方，期许啊，期许我自己可以赚到个钱买大房子，好不好？我就可以把这些玩具给展示出来了。不过现阶段真的是没办法了，空间就是金钱。下一位，这一盒真的很有纪念价值，我还在想到底要不要卖。这个是藤子不二雄80周年以及超合金40周年。啊、算了，不要了，我不要讲了啊、哦，这个我要留着。下一个 ，LEGO 跟 Overwatch 一起推出的礼盒，里面呢就会附送个这个闪光的人偶啦，然后里面还有一盒，应该是莱因哈特跟另外一只，我不太认识哎，反正是他们的乐高合组啦。这个呢也一直没有时间组哦，因为现在主流的乐高真的太多了，一直组不完了。这一盒呢也是忍痛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就不得不说我买了一些模型还没有组的部分，热血最强。我还记得我当初找到这一盒的时候呢，超开心的，甚至还在 IG 上面发了一篇文，跟大家说我找到我的童年啦。但是呢，最近真的是有太多坑要补了，尤其是乐高的太多东西要组了，这一盒呢真的是没办法哦，暂时没办法组这个了。全新的忍痛割爱以及 General Frankie， 这个有看海贼王的应该知道吧，这一盒也是全新的，这也没时间组了。那刚刚那两盒呢是一起卖的，所以呢我会再赠送这一个，这个也是全新的，就送你啦。接下来我觉得蛮好笑的，之前不是很夯钓鱼吗？我还特地买了卷线器哦，这个是 Shimano 的 ，Shimano 的名牌的哦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我能确保它是全新的，因为上次呢我只开了一个卷线器，这一个呢完全是没用的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了。亮晶晶，有看到哦，这个也是忍痛割爱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样呢，算是比较大的金额。DJI 的空拍机，我那时候呢是买原厂货的，我买的是 Spark。这台 Spark 呢，至今其实出勤不到24以内吧，大全配，智能充电管家哦，全部都有了。我想要买更新的啊，所以这盒便宜出售。接下来最后一样呢，也是最有感情的，不过。感情不能当饭吃啊，好不好？还是得出售了哦，没空间了。超合金的佛朗机，首先这个佛朗机呢，它需要搭配另外一个才可以变成完全体，佛朗机战车也有了，好不好？这一盒真的是不得了啊！当初号召观众帮我搜索全网上所有有这一盒全新的，集合大家的力量终于买到了。他们这样子呢，才是一个完全体哦。这一支机械的佛朗机呢，有很多可动哦，还有一些配件什么的。只要它搭配上这一台战车的话呢，就会变成
佛朗机战车。其实这一组没意外呢，再放个几年吧，我相信它呢一定会水涨船高。其实讲这边就是越讲越无奈啊，真的是没有空间，没办法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啊，我这边呢是割爱哦，给试货的，给珍惜他们的买家来购买的。如果你要杀价，或者说呢你那边嫌东嫌西的啊，就不要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直接讲明白了，就不要来买了。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吧，哦，先出新这边稍微整理一下，曾进一些新的东西来开箱哦。今天的一天呢还没完结，晚上还要去打高尔夫。今天就是我放假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是放假了哦。今天是一个悠闲的散步哈，我跟我的伙伴，哇，你很帅。我跟我的伙伴运动也很怕蚊子，所以拿电蚊拍出来。我觉得你那把造型比较帅。哇，好臭啊！你看我在干嘛？我是见到树吧？有吗？有哎，你看有啊，有哎，你看有啊，我也有哎，继续喽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就是来为民除害的啦。你看，这样你们就可以放心的来公园散步了，好不好？环保局应该发个金牌给我们的。哇，自己的环境就由我们来守护吧。哎，来，你来甩一下。好，你来甩一下。这样啊。好。啊，没有蚊子哦。好，成功。哇塞！运动时间好不好？选择的运动是高尔夫球。看看我身后的高尔夫球场，然后到这边吧。哦，对了，加油！转身啊，拉一下筋啊！哦，好好好，慢慢打不到啊！好，热身完了啦！热身完了！哦，哎，好厉害！好了，打完高尔夫之后呢，我们就来这个扭蛋这边扭。太扯了，我首先是扭了这个猫。这个猫呢，头拿掉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公仔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而且我要白色，就是白色，然后成品还不错哦，蛮高级的。打开是一只熊，非常满意。接下来我觉得这个猫应该有一个椅子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稍微寻一下，发现这个，我原本是要这个黑色皮椅啦，后来呢，我就转到了这个，也还不错，日式和风的那种和式椅，所以呢，这个猫呢就可以坐上去了。觉得还可行啊，就慵懒慵懒的。后来又觉得好像又缺少了什么东西啊，我就看到了这个雨伞哦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买了一只雨伞。最终进化就会像这样子啦，总共花了雨伞80嘛。他那次多少？150、100、200、80、310哦。我花了310哦。哇，这样子总共要310块。哇，310。那你呢？310啊。我只是你多了雨伞，我多了一只猫。这个也310块。哦，扭蛋真的是可怕的东西。又一个和式风了哦，这个可以再加入我的行列里面了。他展示这个比较好看啊，不就这个吧？开玩笑，我主菜是单，中了，中了哎，没有在胡乱的，哇，值了，好哎，很有 feel 哎，这个摆在我那个猫旁边很有 feel 哎，现在一整套了，等一下给我们看一下拍出来的成果是如何。